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破地方热得跟鬼一样，怎么活得不耐烦了？你要把自己烤熟了尝尝味道。不是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连我都怕被他融掉半个身子，你真不要命了？我当然要命，因为有人在等我。哎，别，如此色灵之魂还真是不如我上一任主人，你看看人家，好歹人家爱上的是一位神女，你看看你，竟为了一个多番拒绝你的小花精这般疯狂。你再废话，我就将你打回建筑，让开。你小心点，别烧烂了手，日后再有握不住剑，我可不想跟你啊。哎，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，你简直暴殄天物。天上人间，他爱上这小花精两次。唉，他与严丹的前尘纠葛，能瞒一日便瞒一日吧。云梦，严丹，你终于醒了。桃姐姐，其他人呢？啊，紫菱和琳琅还有百灵，在去寻容颜的路上。这个不就是容颜吗？是，进入屈聚山，需踏七重烈火，才能取得容颜。以他们之力，一日最多只能过一重，他们出发不过两日。这块容颜，京城不知是谁，将它放在神霄宫门外。我去了信。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，严丹，你的妖元刚刚恢复，莫再费神了。我现在就将你体内寒毒引出来。行了，不用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花精了，我习得了火术，再加上曾学过的仙法，这点毒我可以自己解的，放心吧。嗯。